大家好，这里是听听快资讯，我是小编。刚刚小编听说一个消息，那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开学，经这个省委呀、省政府同意，并报教育部备案，全省啊自2020年4月7日起分类分批，错时错峰开学。4月7日是高中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全省同步开学，4月13日至17日是初中毕业年级按照市域同步原则开学，具体开学时间由各市地自行确定。初中、高中、中职学校非毕业年级及小学、幼儿园开学时间，由这个各市各地视情况自行决定，高校开学时间这个另行安排。在中小学未全部返校前，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不得组织线下培训，这个要注意哦。以上就是关于黑龙江开学的消息，如果还有其他消息，小编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哦。好了，本期小编就唠到这儿。想看更多最新资讯，欢迎大家关注我。咱们下期再见。